说不完的话，风催着我们出发，把笑和泪都留下，留在这一年的夏。对未来的想法有太多疑问没有回答，关于面包和理想，还有平凡和伟大。那就这样出发，再见吧，和我一样匆忙的人啊，你们的歌声在遥远的路上轻轻回响。时间会回答成长，成长会回答梦想，梦想会回答生活，生活回答你我的模样，海洋会回答江湖，江湖会回答河流，河流会回答浪潮，一起跃入人海，做一朵奔涌的浪花。
好，我是刘珊，别忘了我的视频，希望你们能喜欢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拜拜。